你们觉得哪一个地方在画有比较困难？哪些地方？管路。嗯。管这管路你敢有了解？嗯，要花时间了解。这个管路要了解，你才会画对，要不然会画错。你先来看。管路的部分，因为它这个有这个焊接哦，所以你要标焊接符号在组合图。那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画组合图，所以它这个题目哈、哦、会有一个作答的时候会有一个地方要标示焊接，嗯，好像有，好，它那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。那这个是田角和倒角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要。这个地方要标出倒角。好，那你来开始看啊，一个流路的部分，那你先解说。压让它上升的时候是哪一个回路？过去你倒无哦，怎啊袂记哩？佫袂记啊，不要紧，互你聊啊想。压的回路从这里开始。嗯。你下压的时候，下压，假设你这已经抽上来了，那下压它是跑哪一个管？压。后面这次。嗯。后面哪一个管？怎么定？先暂停，好，恁想几分钟啊？它这个图是你从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可以看得到，说，哎，这一个是从这一个剖面是剖哪里？是剖稀有的路径。嗯。稀有的路径是这样进来嘛？好，在这个视图呢？你看到从这里，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虚线的部分，是你吸进来的时候是从这里上来，但是从这个视图你看不到那一个吸进来这一个孔的孔位在哪里？这个细的那个虚线，这个这两条的孔位在哪里？对，没有，看不出来，嗯，看不出来，你不能。你从这两个视图哈，它虽然这里有画假想线哦，但是并没有代表说这个孔是在正中间。哦，那对不对？那把那个圆代表什么意思？不是在那个圆心、哦。我从这里看，你能确定说这个孔刚好在正中间吗？你们都画在正中间。这里有一个孔，对不对？嗯。那、啊、我画旁边可不可以？你画正中间，对还是不对？我偏一点点。如果说我从另外一个视图在这里，我这个孔偏一点点，有没有问题？偏一点点应该没问题。嗯，只要吸得上来就好了。对，只要进到这个缸里面就可以了。嗯，好。所以在这个视图里面，它并没有交代很清楚说这一个孔的位置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你就要把那个孔的位置交代清楚。即使你放在正中间，嗯，你也要交代清楚。嗯。哦、或者是偏一点点，你也要交代清楚。嗯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这一个孔呢，是下去的时候呢，即使你放在这个第六件组合下去的时候的正中间，那它下去的时候是跟什么相连？那个地方要表示出来。这几个。哦。
这个虚线孔下去在什么地方相连？嗯嗯嗯嗯嗯。那势必我们这样想，这一孔是吸油，这一孔是注油。嗯嗯。那吸跟注之间一定要有一个连通嘛。嗯。然后这一个洞，吸油的洞，你吸上来，嗯，那压下去的时候要有一条路径跑到这一边去，嗯，那一个洞在这一个路径的上面，嗯，这里也没有表示，所以你那个地方要表示啊，表示在哪里啊？我们先看那个。或在哪里？别人要用这个来表示吗？这里有 F、嗯、这个吗？哈 ，FF 破面就对，破开，破开有。重点是这一个破面，嗯，这一边有没有？在你的视图里面没有，嗯，好。嗯、所以如果你用这三个视图，一二三，这三个视图去摆，这一个剖面就要有。这个是吸油嘛，嗯，这个是注油嘛，然后中间它连接的地方你要交代清楚嘛。嗯、我们吸油吸进来的时候是这样子进来嘛，好，吸油孔就这样。从这里跑进来，从这一个孔进来，进到这里的时候吸上来。对。啊，等我要压下去的时候，它还是从这里出去呀、啊。嗯。只是这一边指挥阀把它塞着了，换、嗯、这边的指挥阀打开、嗯，这一条就是它的路径。嗯。就从进到出的中间的连通路径。那、啊、在上视图它有标示啊，这里是吸。从油槽在这边嘛，油槽吸进来，指挥阀打开嘛，嗯，啊，它就绕着这一条路径到哪里？到这一个筒子里面嘛，嗯，啊，等我要下压的时候，这一个弹簧把钢珠顶回去嘛，下压的时候它就跑到这边去嘛，嗯，就把钢珠打出去。往这边跑，嗯，跑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就是把整个活塞千斤顶往上推嘛，嗯，好，它的路径就是这样子，那、啊、你就是要把它交代清楚，所以这一边你没有剖面，就很难表示说这一个路径在什么位置，嗯。而且呢，你这一个高度从这里，你也不知道说那一个路径的高度是比较高一点还是浅一点，但是从这里隐约可以看得出来，嗯哼，可以看得出来这三个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面，中心都落在同一个平面上。好，那这样子结束之后，你要知道说啊，我压到最上面的时候，我怎么让它泄油？它不可能从这个地方卸回来，嗯，因为它它已经指挥了，嗯，好，所以一定要有另外一个孔，去让这一个千斤顶往下那个液压油可以回流到气缸这个缸壁里面，嗯，所以就另外一个题目油路在这边，嗯，我这里把它栓开。栓开的时候，只要栓开到哪里，到这一边，嗯，这个钢珠在这里嘛，啊，我这里有一个直径，刚好跟这个孔一样大的，把它塞进来，嗯哼，好，嗯，这比较特殊的一根螺栓在这里，然后呢，这是一支哦。这是一只哦，不是两只哦。嗯。哦。嗯。叫螺
比较特殊的形状是这样子啊，这里呢，这个地方就压着钢珠，嗯，然后如果我把这里稍微退到这个这一点，离开这一个孔，嗯，刚好有一点点间隙，嗯哼，让油能够流进去，啊，这一个千斤顶就会慢慢掉下来，因为它重力的关系，它油自然会再跑到这个油槽里面。嗯啊、如果你再继续往后退，这一个槽就会，这个孔就会开度就会比较大一点。嗯，好，这个往后退的时候，这个开度就会比较大一点，大一点它就流得比较快。嗯，嘿，了解。嗯，所以需要有配合的地方哦，并不多。配合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要加 O 型环的地方。啊、有加 O 型环的地方并不代表这里要做精密配合、嗯、因为它最主要是 O 型环来去动油、嗯嗯、来去动油反而是 O 型环这里面的配合比较重要、啊、外面呢就做鱼系配合、嗯哼啊、鱼系也不能 太多、哦、太多一粒一粒有反而比较不好，所以就采用 O 型环运动型的运动型，你这个在移动的时候 ，O 型环是跟着你这一根螺栓轴移动、嗯嗯嗯嗯，所以你就是要用运动型的，啊、用运动型的那个配合啊查表之类，好、嗯，所以这个地方，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剖面，来咱先看有配合的，孔径别里的，一个十歪十。来水查，查运动型的。呀，哎，你要查几嘞？看直径。要查这一种，直径小 d， 小 d 咱大 d 是迄个十嘛，哈。嗯。大 d 是。应该后面就是。到底要不要？看到没啥感。就是这个。嗯。这个比较小。哎，对。这运动型。那这个是大五条嘛，嗯，好、哦、大五条，啊，所以你的小 d， 小 d 的底加，小 d 有咱无位，对吧？所以小 d 无位，但是这个叫做，这个是为小 d 的部分，小 d 无叫恁位嘛，哈、哦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再来就是，嗯，表面粗糙度，这个。基本上呢，这个没有问题，这个对嘛？哈，表面粗糙度，来，你的 1.6， 好，可以。然后这一个倒角哈，需不需要特别去做倒角？这个倒角哈，这个刚刚有课哦，技能竞赛的双曲五课。嗯，这个倒角不是配合用，它是因为 O 型环要装进去的时候，这个倒角。不是45度的倒角，嘿，我看一下，我丢了，只要等，因为迄个倒角你也使改做30度，好，嗯，30度啊，这个倒角嘛爱加工，这个倒角因为你 O 型环吼，你放入去哪去要刮伤，都袂使。而且这一个角如果再要求高一点的话，这一个角跟这一个
这个夹角的地方，这里要注明去毛边。啊，那无的餐厅一样，你这嘛不是去毛边，这里要注解去毛边，这样这个地方。嗯嗯，你是那个转折那个地方？对，去毛头，去毛边。嘿，因为你打钢的时阵，加这三十度加含水平，那个地方会尖尖的。嗯，好，所以你那个地方就是要注明去毛头。加你们有一个，你知道那一个符号吗？嗯，我看这本有吧，去毛头的。这本我都不知道怎样，课本来的是，没关系，去毛头就是这个符号，哦，有吧？嗯，好，这个，好，安尼，即马这个地方加工符号可以用一样，一个那个一个倒角的所在。嗯，那这个倒角你要给它标60度嘛，所以一边就是30度。嗯，好，好，再来宽度，再来里面这一个直径，里面这一个直径需不需要配合？你这个地方画错，这里是螺纹，螺纹孔就这样、嗯，这一段。深度它不一大高的，它深度是这里，嗯、一条，个这样，叫一只是螺纹，嗯，安尼一只开当安尼灯，爱的那灯那色里去，好，那这一个地方放钢珠的地方需不需要做配合？工作地方是不是应该不用？它不是只塞住哪边？它不是只塞住，有相对运动吗？不用。但是这个钢珠，这个钢珠塞的地方哈，因为你如果只有纯粹加工进去，对，那个钢珠放进去哈。你把它锁紧的时候，说不定会有小洞、小间隙。哈，所以那个地方跟钢珠放在一起的面要精加工。嗯，你凊彩加加工一下。嗯，要精加工。啊，精加工一般来讲，他会用一支球刀。好、嗯，啊，就去改小块细一下。好耶，那个圆弧面哈、哦，比钢球还要大。你那个钢球如果是五毫米的，它可能用 5.1、5.2 的成型刀，嗯、你去阿改洗一下，嗯嗯，洗一下，它那个面比较光滑。那那个球放进去的时候是这样子，这一颗是球，然后呢，那个圆弧面会比较大一点，嗯，好，那它就塞着。啊，第二种方式是这样子，是用 V 型的。用120度 V 型，它叫一个坑。啊，它是面，它是一个圆锥面。嗯，那你钢球放进去的时候，刚好是一条线，接触的时候变成一条线。嗯，一个圆锥面，它跟一个球，它刚好是一条线。好，一圈啊。哎，一圈。所以那个 V 型那个地方也要做一次精加工，它不是用钻头这样钻下去而已、哦，钻头钻下去是刚好夹角118度嘛，嗯，那它还会做第二次，用一支那个角刀，嗯，120度的角刀，搁改设计，啊，火焰兵安尼较水，较平，啊不你迄个钻头钻完之后，那一个钻头。118度那一个斜面是粗糙的，嗯，对吧？对，对哈、哦，啊，所以现在那个加工这样，所以那一个面你要把它画出来，然后画加工符号在上面，也是画1.6，
哎，人家就知道钻完孔之后还要做一次金加工。嗯，好，嗯嗯，你可以拿一本来看，看一本来表下，全华一本，全华那一本以及的，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你说绿色笔的？蓝色笔，解答本。哦，解答本，对吧？一本看伊有下点。你快看伊一本，因为我是没有把它拿来看。第几集？2003。你先解开看我，你看那一本，看有没有写。一般哈，他们不会写的那么细，这样嘛不会下点，这样，好不好？哦，有一个，一个好、哦嗯，这个就是钻头的，钻、嗯、头的角度，这个，嗯，嗯，哦、这个是钻头角度。这个红色的地方，啊，因为这是千斤顶，势必你顶上去之后、哦、就不能有一点点泄油的情况发生，嗯，要不然你顶在那边、哦、我可能一顶顶 半小时，嗯，一顶有可能顶一个小时都在那边施工，你那里有一点点洞、哦、那油会慢慢泄下来。啊，那天前天顶多一滴大哥，一滴大哥，危险。所以这个地方，好、哦，我建议你们在画的时候，就是把这个地方放大，放大，然后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做局部视图出来就好，看你。大家，就大家你得加，给一个特别的角度。然后这个地方再加一个加工符号 1.6、嗯好嗯、好，所以这是像老师刚才说是有角度的，对，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圆弧，对，那圆弧比它大，它才能够跟那个面挡住挡住、啊、你如果那个圆弧的半径比那个圆球还要小，那势必你放进去的时候一直坑不进去，对，所以这一个圆弧要比它大，嗯，大几条？因为那设计的人决定的嘛，你要让它大50条，大10条，它接触的那个面呢、啊，那一条线就很小，嗯，那个接触的一圈的线就很小，嗯，因为你圆弧面跟球它接触还是一个圆一个圆周而已，好，那是两种情况，你都可以选择。我是建议用 V 型的那个，所以这个地方再来，第二个地方就是这两个，的坑 O 型诶坑指挥法这一个，嗯，所以它锁进去之后哈都不得贴，嗯，这个锁进去色也都不贴，嗯，那个螺栓，螺栓，哎，所以你说需不需要配合？不需要、哦、你只要把旁边的孔做得比这一根螺栓大就可以了，它的重点是在这里、啊、你锁进去之后就不动了，这样就用什么固定的就好了，所以你这个也要放大出来，这在这里是不是对这个地方、哦、这个地方还是坑 O 型吧，也不会太小块，小小粗。这个是活动，你得要用这种，这种。还是凹底，这个坑，凹底本座，好，凹底本座、嗯。所以你这一个这样下来，这个是得一台坡面 ，FF。上面是 Hello。L 2比1是对的， L 对的，对，圈这个、哦、好，这样 FF 就是切在这嘛，这个嘛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它是这样子的，
所以就来这是罗文孔，对，安尼落来，这是坑，好辛苦，好，来，看，安尼咱就要用这个，这个大滴，的直径偌济？大滴十二直径，十二嘛吼，你要看这十二，安尼就是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吗？十二，十二。现在是这是大径十二嘛？大径十二，所以因你是固定用。十二，好的，底加，这是小 d， 小 d 大 d 十二，大 d 在这里，底加，好，安尼，咱得爱用，我是奇怪，今天太空起来不想干，超不。这个是这种的，我这个它还不是十二，是不是这边这边不是十二？哦哦哦哦，对对对，你们实际变难看关系啊，这个十二，大滴嘛是加零点零五，好，加零点零五，来搞下，加零点零五，哎，未歹哦，又差哦，好。所以这个对，那这个肩宽，肩宽我这十二，安尼这个得爱看 K 值哦 ，K G 啊 ，G 值，这无背托，无背托，所以你爱看无背托，无背托伫倒，二点五加零点二五零，二点五加零点二五零，还对，好。对这一个，然后再来，你加工符号跟细部爱用，起码你是用单边这个，怎么判断它是单边还是双边？单边、双边，咱会当家己用，自己决定。你自己决定说你要采用单边还是双边。嗯，一般常用，我如果我用，我都是用双边，我都会选择双边。原因是，原因哦，还是业界习惯，两个什么影响？差别影响？这种我搁研究看看，因为他这个哈、哦，这个书本上也没有写。写说他为什么要用单边还是双边？不过我个人认为是讲吼，单边跟双边吼，最主要是要放那个放这个背托子，这个你放这个物件。啊，至于说他为什么要做单边吼，这我更问这个。嗯。双边比较对称嘛？不是，这最主要吼、哦、是加工的过程。嗯，加工你这大家吼，哪能甲做圆角较好做？你这要做直角较歹做。啊，这个我再问看看。好，安尼这个部分吼、哦，咱就先按。这个跟这个一样、然后这个地方是要放钢珠嘛，对，所以这个孔、哦、
这个孔跟钢珠的孔是不一样的。嗯，才堵得住。才堵得住。那如果你整条都跟钢珠之间一样，爱的断出去啊。对。所以势必这个地方一定不一样。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地方，你得爱改这图说出来，图说这的，你要坑钢珠的。你看，咱即卖先看这条的，这条。嗯嗯，你这个部分就没有特别注明，你只标一个 five。哎，不是，不是这条，这条，这条在哪？坑钢珠这条，就是这一条路了。就是这一条。好，那也是弄 five。啊，你嘛是标 five， 安尼你钢珠要坑偌济？好。照这个样子看，它是钢珠是塞到里面，所以这一定是不等径。加利德爱这，即使你画相等的时候哈，你这里要做出来，一定要做起来不等径。这边呢 ，phi 四点五啊，这边 phi 五啊，加都有一个小夸五，一个角。一点点在那边，一点点在那边，我们也是一样，这个地方要给它加工符号。一点六，嘿，啊，那个钢珠的塔底下开的洞仪，来，你甲看那本册有写。一标 five 四，啊，这边 five 五，好不？嗯，不一样。嗯，好。啊，你即马 five 五 ，five 四，哎 ，five 五 ，five 四是这个交界哦，安尼无同，应该是伫遮哦，应该是堵在这边，堵在这个地方哦，嗯，好、哦，它这里没标，来看，它也没有标，没有把那个孔径的，没有把差别标出来，也没有标在什么地方，也没有，也没有拉出来，好、哦，也没有拉出来，嗯。嗯嗯这是较油的所在啊，这嘛无归靠早哦，也发现工这搭要做，这实际上有去做过的，你才知道说那个地方要稍微做精加工，阿不会老油。嗯，一开始不会嘛，用久了就会老。你也记得麦斯，麦斯有一种是油压麦斯，油压的麦斯哦，那里面没有精加工的话哈，你那个很快它就泄油。外事是什么？外事就是浮潜，那这种浮潜哈，小浮潜，有一种是来对油压浮潜，它是用手在这里搅搅搅搅，但是进去的压力不是用螺杆，是用液压。嗯嗯嗯。压弧钳。你较早好够用着液压弧钳，这种就是液压型的弧钳。这一种。够用到这個？我在看机械科好像有，机械科应该有啊。嗯，这里面就是液压缸。好，啊，你在转的时候，它是有类似这种压进去，那个压力啊，就有液压油传到这里面来。嗯，那、啊、你容一直压一直压，那体积不变嘛，它这个就会上升。它也是用这种原理。嗯，那、啊、它里面有钢珠，它。里面有钢珠的面，有钢珠接触的面，就通通都要做精加工，啊不也卸，会压会卸掉。我们要解，我看有解剖图，
一般咱拢看到外部而已。好，行，大概安尼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哦，就是重点在第一个加，孔进跟出，还有泄油，泄油就是这个地方，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加工，加工面哪个地方要进加工，就是钢珠的地方，钢珠的地方两个，这样子，好，所以这个也要哦，这个地方也要，要两个不等进的哦，这个所在在哪里？在这里，你放钢珠的位置是卡在这个斜斜的这个地方嘛？哈，看没有，切的，轮孔夹的夹这嘛？哈，所以这一个地方是这一个孔嘛？那再来就是。这条直径它还没变大条，好，这条应该就是这条，对吧？这到这，这到这直径没变大，好，对，对吧？然后那个距离，这条，这个管子，现在这个礼拜没礼拜更深。不例外，更加轻，它就只有到什么，到这个地方而已嘛。哦，到这个地方，所以到这个地方之后，缩管就要直径就是这一个，从这里就进来，这个就没有了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条。接通的这一个地方，这个部位就要两个直径。好，你假设你这一个是 Phi 五，这个是 Phi 五，靠近钢珠的地方就是 Phi 五点二。那这样你钢珠，跟着 Phi 五，那你。那个地方 Φ5.2 你钢珠才能够放 Φ5.2 的，它才不会整个就跑到5里面，那如果你钻孔 Φ4.8 那你另外那一个放钢珠的地方就放 Φ5 才能够放 Φ5 的钢珠嘛，好，你要放 Φ5 的钢珠那一个孔进，你就要把它做比如说 5.1的孔径，钢珠就可以在那边自动进出，所以那个地方就要也是一样把它标示出来，两个不一样的直径，一个是钻孔通过去的直径，一个是要放钢珠的直径，了解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学问很大，比较重要一点，要不然钢珠就转过来到这边了，好啊，有的人他会认为说，哈，啊，我钢珠短，你要到遐嘛，无要紧啊。我规个Phi五啊，我钢珠规个短，你要到遐嘛，无要紧啊。反正伊确定着提出来啊。伊钢珠短，你要到遮。对。好。对。啊，然后我有下来的时候，请问一下空行程在哪里？就会那一段，就是钢珠要一直跑到这里。好，对。啊，如果我固定在那边，我固定在那边了，我一压油吸进来的时候，一吸，那现在来考虑一下说，这个全部都钢珠可以在这里面游走，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啊，
因为这个是指挥嘛。对。好、哦，啊，指挥你，钢珠啊，拢会当伫内底游走。请问一下，我甲气落去的时阵，我希望它停在这边呢。对。啊，结果伊要停伫遮，伊怎啊走断入去个内底？好、哦，够可怜。有没有可能？啊，大力甲倒伊较停。你说弹到哪里才停了、啊？嘿，弹到这个，弹到不等劲的地方才停。对，好、哦，对，啊，你遐是不是空行程？对，对，啊，如果吸上来的时候，我马上压，它马上停。对，那它是不是马上就上车？对，好、哦。那空气层就是我这样压，那个天地顶还不会往上跑、啊、还不会往上跑啊，它一定要跑到钢珠，一定要跑到这里，它才会对往上跑。对，好，那就两光的千斤顶，所以这大家的直径绝对不一样。嗯，好，结束。好，嗯，我这个学问很多、哦。一点点啊，就是这个地方要注意而已。现在是在探讨说，它画直径这种，这大家直径都会同样，在它里面走来走去，对这只浮潜，对这只千斤顶有什么影响？好、哦，嗯，是不是有影响？我吸的时候，吸的时候应该没有问题啊。他吸，他一定会来。他来的时候呢，这条钢珠嘛，在进来在游走。嗯，好、哦，嗯，我吸的过程当中，我一拉，他吸进来，结果这边的油，这一颗钢珠没有马上关起来，那油可能会也是往这边再跑过去。嗯，往吸的时候，对，好、哦。嗯，再往这边再跑过去，因为一钢珠还没到这个点塞着的点，嗯哼，它是不是我在吸的过程当中吸还没压，你在游刚好可能也落过去，也有一点点可能跑过去啊，嗯，因为一家还没动，对，好、哦，嗯。啊，甚至于哈、哦。伊敢有可能会？你伫吸的过程当中，伊在怎啊做会吸入来？吸的时候，嗯，伊拢伫井内底游走。哦，那个问题就大了。好、哦，所以那个直径一定不一样。嗯，对。好、哦，对。你这里如果标一个直径的话，绝对是不对。我伫吸的时阵，这粒珠啊先刷走咧。安尼才有的，赶快来给我 keep 起来，同时两杠做位 keep。嗯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注意一下。哎，这个我欠着哈，这一边，这个为什么要做两个圆角？就跟这个一样。嗯、好，好，我提醒你，我明天打电话去问阮师傅。老师还有师傅。施工业界的师傅哦，好，所以你看的要盖。那老师，那个几何公差就不用了。几何公差，你认为几何公差要在哪里？配合的地方。配合的地方。就是配合的地方有什么地方需要几何公差？因为这个我们都用鱼系了嘛，我们只是考虑这一个油轰O 循环。放进去的尺寸而已、啊嗯、其他都一系啊，包括你这一个螺栓头埋进去，螺栓头埋进去这一个孔，你一定是做大孔的嘛？叶里德，这个没有标到13，这个13，那这个头是假设12好了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进来的这一个孔呢，我们刚才说这一个螺栓是用。Y9
5-9，等一下哦。5-9，这个孔有配合吗？这个5-12嘛。嗯。好，5-12的话，中间是要配什么？我们看他查他走嘞，孔12，走9对，对只，对吧？好，所以你这个标5-9的对。啊5-9呢，因为伊是小 d， 小 d 的话是，是这个，对只，小 d 是走嘛，好，小 d 是走，所以小 d 它是用。减0.050，嗯嗯，所以你这个孔要不要配合？要要，好、哦，这个孔要、哦，所以你用孔 D， 你才可以把个你标小 D 呢，所以你这个孔你嘛是爱配合，嗯，但是它的 D 是用基孔，基轴。嗯，所以你这边都要用鱼系爱标啥 ，HIJJS， 嗯 ，K， 用 K 或鱼系，因为那个不影响配合嘛，嗯，不影响它的精度嘛，所以这个地方要配合。那看到一只零减0.05，这个代表那一个是基轴，所以我们要用鱼系配合这一个 H。H 是零正嘛、嗯，所以零跟零正的时候可能会有干涉嘛，嗯嗯，好，零正，零零刚好是那个过渡配合，嗯，好，所以这个的变形，咱用就爱这 K， 用 K， 好，伊规个拢鱼丝，那你在锁的时候，卡袂讲，哎，我到遮锁入来，锁到遮的时阵变，我锁袂入去。好，那如果画这一个，画这一根的话，你记得，相反这一边就要倒角，这一根螺栓。嗯。刚才说，那个。孔的地方是不是要倒角？对，倒在哪里？对不对？都有点孔，这样，哇，嗯啊，你在里面的时候，相反的这一根轴，这个地方也要倒角，倒30度角。啊，伊要当要经过 O 型环，它不容易，因为45度角跟 O 型环弄歹。嗯，好，嗯，好。今天无画图啦，无画图，四部的都无，都无画啊。安尼，这一题到这边，阁有啥问题？有是这个面呐、啊，有是这个面吼、喔，这个面跟它平行，安尼就好了。啊，你讲伊袂平行吗？你啊硬要标几何公差啦？对，这个跟这个平行，安尼，哎、嗯，倒落去，这个地方就会垂直。啊，你讲一定爱垂直嘛？你若看到这零号号，你会感觉啊，遐也免几何公差。你这个物件地下室有一座，嘿，你这些装起来哈，不会因为这个不垂直，结果就没有办法作用。那些块粗粗嘛，不要紧，因为它这个间隙很大。咬咬，随便咬都会咬。嗯，啊，这一个面哈、哦，就要精加工面这个，因为你虽然焊接哈、哦，但是你还是要比较平整一点，安尼去改焊接。啊，干嘛要配合？哎，你那个做配合嘛，我要用 H 七。但是这个有没有加工？加工符号呢？无。无。这个。给做一个加工符号，用迄个3.2，好，这个，啊，还袂记得是啊，好，嗯，
这里在涂手画，在涂手画。那年我有去拿那个椭圆板啊。哦，椭圆板你怎么？因为我看他是这样画细的，我想说这个细的，我想说我就拿用笔下笔比较轻一点，那、哦、样说用手画。嗯嗯嗯，但是你顶管袂使标尺寸啊，这种的哦，不是正投影的图，不要在上面标尺寸。来，来看麦呀，看你看到标这个。这个微微剖面伫遮切出来，你敢有甲灯方向？你这敢有甲灯方向？你的微微剖面伫倒？你的是 AA 安尼揉出来吼？嗯，揉出来。右手像那锤子，它这个没有锤子的。哦，是不是给它转18度吗？你这样拉出来，平行啊，对吧？平行这一个缺口应该是有一个角度，没有刚好垂直的。嗯，这个应该有一个角度啊。你感觉你喜欢有吗？那孔你写的，那孔不是写的这样子，孔是那把它变正的话，不是那个角度不是这个角度吗？十倍多吗？这平行哦，无伊和咱的条件是安尼啦，所以是垂直的。照这一个没有错、嗯，不过如果一这样子来看，它如果垂直的话，就不可能看这样子了，一定是安尼嘛，啊，你对上视图有一个倾斜角度嘛，所以你从上视图看，你才会看到这个倾斜角度。嗯，嗯，所以我这样剖面。拉出来的时候，这一个面应该是倾斜，不可能是垂直的，不可能是这样垂直的，所以就有灯角度。哦，有，这个你若甲当作水平的起来，安尼对，你若甲当作水平的起来，再放水平，才得变成上视图看下来的时候，伊才得突出。嗯嗯，所以它依照它这一个角度，依照这一个，所以依照这一个的话，哈，你要在这一个火面的另外这一个方向画一个视图，然后，哎，五，底价，可是这样，嗯，这个原本是水平，所以这里突出，嗯，但是把它稍微转个角，对，啊，这粒就是的。这就是在这，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不是正投影。嗯。好、哦。你看看我按，这条我都无甲注意点，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瑕疵。再看，它这里应该有切掉、哦。那我就直径够不够赶快？好，切掉。好，从这个地方看过去，应该其他的零件要有嘛。好，那这个，这最主要是这一个，最主要是这一个要画出来，因为你没有这个没有画出来，你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。嗯，啊，你就是尺寸袂使标伫遮，好，包括这个距离的尺寸都不能标，然后你少标了一个距离，标在哪里？好，这个位置是不理想的，嗯，这个位置是不理想的，
你应该找一个基准哈，到这一个面，这一个面它的基准，比如说它这样子，这样子上去的夹角是几度，跟垂直的中心，这条中心，嗯，这是不是一个中心，这个水平嘛？那我们从这里切下去，对吧？嗯，从这里切下去，你这里标了一个二十度，好，嗯，那你想哦，我从这里切下去，然后跟这一个中心同样从这里，它是不是有一个夹角？这个面会不会有一个夹角？会，所以相同的，你这个中心在这边，这里会不会有一个夹角？嗯，会，会吗？这个要不要？今天开始正投影的位置。嗯。那这个跟中心偏多少？给大家，它的这个位置，要不要？嗯，是这样的，我没有。嘿，有类似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你是跟边边吗？嗯，你是跟这个边边边画出来。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夹角在这里嘛，所以我们是从这里切开嘛。好，那切开这一个面，这一个面的夹角是跟什么做基准？一定看中心安尼有一个突出的夹角。嗯。好。嗯。了解。嗯嗯。接你哪用？用电脑绘图画的时候，这个工作平面的是爱围出来，你靠我都可以。嗯，好，好。行，这稍等。这嘛稍等哦，这大概五厘米左右而已，好。五米里这个太长，嗯，这有标，这有规范，嗯，有规范哦。桌面图哈，桌面图好，应该垂直的啦哈。好，所以它有一个规范。啊，然后哈，你若有转正的时阵，才爱记的。起码新的爱标这个转顺时针还是逆时针，好，啊，那无是正投影出来，这个是正投影出来，所以无转正，你得免阁改标示。那老师，我标这个是错的嘛？因为你说这个不是正投影，不是写的嘛？对，原来的。中心是无唔对的，但是你的摆把就有问题。中心高度是无唔对的，所以你即大家参照凯艺家即卖是唔是跟水平夹二十度角？对。好，即个呐跟水平夹二十度角，其实就相当于这边跟垂直夹几度角。嗯嗯。所以这两个你就择一去标示，你人家已经破了，你这得正投影的家。嗯。啊！你即马对即个面扭出来，开始正投影。啊！你即马看到即个，唔是啊，这个地方不是啊。嗯。了解。了解。好。啊！即马情形安怎？速度如何？Slow 啊！诶，咱即马这条画了，差不多遐吼，因为有一寡解答，你呢当去参考甲看。啊，你若看过程有疑问哈，要提出，你再提出来问。那我们接下来要画的哈是没有解答的。嗯嗯。我就提图给你，还是你连买单提全国赛的题目。那我都难度会不会太高了？我感觉袂呢。你若拄啊好去哦，班第二下后，伊若开始在
无啥个爱边当边使着三十条。OK， 旧的可以买。嘿对。好、哦，而且现在图也不多，再怎么画那些，我摕互你画好啦，我经互你画。选一题来画。嘿，我经迄个较古早的题目摕出来画。古早较难。哈、啊。古早较难吧。古早差不多啦，都差不多啦。